海军 S 拐洞C直升机坠落地却被曝海军疑似延误通报，据了解，直升机下午3:55中落地，第一时间竟没告知国防部，直到事发后1个多小时，4:30，横山指挥所才透过网络知道左营神鹰营区劝农烟，5点左右跟海军舰只部询问，才确定有事故发生，外界炮轰实在离谱。依照规定，巡视系统向各级来实施回报。 在这一部分，我们也会列入调查。海军强调，都依规定回报，但整整延后了1个多小时，国防部才知情。甚至传出，当时海军一开始回报说是迫降，专家质疑通报流程大有问题。他应该15分钟之内。 完成向建设站中心回报，再加上15分钟，横山指挥所回报，也就是说30分钟之内，横山指挥所应该就已经收到这样的一个触报。离谱的是，就连经销第一时间也完全不知情，直升机零件都砸穿民宅的铁卷门，住户报案，警方才知道出事，一度还以为是有人寻仇。而海军发出的新闻稿更被炮轰，只简单交代直升机坠落地跟伤员数，反倒总统府发的新闻稿还详细披露4人 的伤势，明确说明机工长为脱离险境。蓝军炮轰从过去熊山飞弹误射到 S 拐洞 C 中落地，国军通报系统显然没改进。像熊山误射的时候，也是延迟了一段时间。民众在网络上传递讯息都比你国防部还快，就是在你的人为决定上面判断上面，是不是你的速度真的是太慢？国防部向来欺上瞒下，报喜不报忧的，通报系统如此缓慢。如果现在是作战期间，那国防部 不是完全被架空，你完全不知道外面战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直升机坠落地，重大意外，秦船系统却是比高铁还要慢的速度。若真的碰上战争，国军又该怎么应处？记者纵报道。相与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 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